他才四级。你的。哎呦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哥，哎，今天还是四盘，哇，昨天居然有人说宝哥是四盘里最坑的，哼，必须证明一下谁是队伍的大腿了，哎，不要忘记一键三连。妈的名字最搞笑的吗？马雷哥，上面那个你个二 B 啊，这个马雷哥，但是还是彦祖这名字有个性啊，我想我是真的菜，可以了，非常个性。哎呦，我想玩预言家了，看你玩，我想玩了，我就说之前老是想玩什么忘记了，看到是预言家的，带那个极速翻滚，你知道吧？直接呜滑过去。你怎么会搞蒙蔽极速？哎，真的最近真的给我累死你。我妈呢带我外婆去看病了，我家里我洗衣服、洗碗、做饭、烧菜，我的天，全我干了。我真的是。你给燕子打个电话，让燕子听。那就摩天轮出了吧，还出水神，不会掉。高台，猛男都出高台的。过山车啊！我那不应该是出女巫冲出去吗？这把奶酪可以。我秀他，哎呦，那跑得太快了，这小子。我已经三连过了，所以说这一次换别人三连。哎，奇了怪了，为什么这把爆不了？高台一把一个药都没有啊！药水呢？对啊，药水。高台药水是在下面吗？一个都没有了。啊？奇了怪了。燕子还乖。高台不刷药水，对，这把一瓶药水没有，什么情况？一瓶药都没有。猫来过了，那女巫可能刷两瓶。对，女巫刷两瓶，但是哇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，一个药都没有啊！推了我吗？可以直接秒掉吧。听完，不要怕。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下面真是刷两瓶了。你给我走。真刷了两瓶。在哪里？臭小子啊！开车的跟我干一下，跟我干一下！啊，抓到音乐家去了，抓音乐家去了，绝对去抓了！啊，没有。那你推吗？那你在我身后，在我身后。野神啊，还是抓音乐家！哎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，他为什么这么大老远还要冲过来给我来两下？哎，这个奶酪瓜能搬到高台来吗？你那里不好推啊！可以演示啊，可以演示。我看怎么开着呢，哎 ，nice！ 是不是谁啊？你这个有点东西啊！啊，恶魔没了！但是不好掰啊这一块，他没盾，没盾也不是好救。哦，他身上有心脏啊，这边有个甲，身上有个拍子，哇吓人！可以的，随便救。哇，全家子，那不能去，那就不能去啊！全家子，你别跪了。我们惊奇啊！我给你们留一口，我们惊奇啊！臭小子，啊，那个左边要慢慢来啊，全部家子过不去的。我来了，你开车撞他一下就行了。我这个撞个锤子撞。对你女巫牵，女巫牵制，然后我去把那个家子处理掉。猫在水神，猫水神，哪去了？猫水神，还在水神，还在水神，你缓慢回血，还在，我可以去验毒。哎，我好难，有个还右边还有个兵，左边还有个兵，再守一下。怎么说啊？他才四级，你的。好，哎呦，我靠，这也行！啊，我踩家了，我就是很多家子嘛。我也排了。哟，排完了。我靠，两期你说。哇，这很舒服呀、啊。我拍猫手，还有拍。你干什么的啊？欺负我队友是吧？啊，你往哪里跑？哎呀，我真的是服了呀！我就搬个奶酪，踩个家子又过来了。哎，我没冲撞。火箭底下有家子。慢了，随便救，可以救。我来吧。火箭底下有个夹子，那你救吧，我推了。啊！你敢走，我能摸你。全夹子满地夹。哎！全夹子，兄弟们！哎，我这跑这也行。完了，我这个钻交掉了。我收集。我说你没事，哎，蹲了。下面有个罐子。哎，他蹲掉。哎呦，我给他了。丢了，但是打不死我。他秒不掉，没位的拉，没抓到。算了，我弟子。哇，你早点拉呀，笨蛋。
你笨蛋，笨蛋。保救啊！我先推了。先抛盾，先抛盾吧，先抛盾吧。对，先推吧。你把盾破了就行，烟斗能挣扎下来，我相信烟斗。甩的那甩太歪了吧？先把他盾破了，小麦。你飘枪能不能救我一下？啊，救了。能救吗？不能救我来。就是啊，给套到了，完了是吧？没了。哎呦，给拍中，我回来，哎呀，笨蛋，哇，你笨蛋彦祖，你笨蛋彦祖，你好坑啊！哇，你笨蛋彦祖，真气死，气死，给你气死！我都给你冷点血，你下来看，我都给你气都气死了，冷点血，冷点血，啊，他给我甩下去了，兄弟，哇，这甩抛出来了，但是没加子，随便救啊，没加子，上来救我，上来救。哎，笨蛋彦祖的，王医院家的坑的鬼呀，真的是！又走了，就不要出了。我说句，我说句，累呀，坑死了。不着急，等下一波兄弟，不着急。有夹子啊，兄弟。零五啊，有夹子。买一个。我在上面卡个叉，你看我拿鞭炮过来炸了。我给你上来。我喝个盾，我去把，夹子撞掉，再敢死光没带泡泡浴。那你炸了。泡泡浴。怪不得这回血。你推推什么？推什么？我帮你挡，套索。来，我帮你挡套索。挡套索。我靠，下车了，按错了，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按错了，下车了。啊，但是时间也快到了，挺久的。再等我撞，不着急，再等我十秒撞，我把撞走。喵了个咪的！我踩，要被拍死了。啊，踩了就没了呀。我再推一下，记得他特技还没交。瓜你推，我来。他扔不上去，他要行行。啊！扔上去，瓜推完吗？推得完吗？好帅！他有特技，他有特技，不太好一直推。他拿不死我。你打我死不打我推完了。我来，我不给你面子的哦。滑，这个不要滑，有夹子，不要滑，有夹子。没事，我看着上车就嘛。车那个终点有夹子，车那个终点是有个夹子。我靠，这个叉子！猫有叙事啊，然后有果盘，真不砸猫两下，真被猫砸两下，哎，好像没了，猫好像没了。进，兄弟们，我的天哪，漂亮，那才上，这就是白板萌惊奇，兄弟们，白板萌惊奇啊，比那个燕子强多了，那燕子都坑了个鬼、啊，我看不出来你的萌惊奇有什么用啊，看我翅膀还有说宝坑的吗？啊，真的是，哎，李万军一键三连，那咱们下。